现在来看这两颗灯，这一颗是我们店里贩售的 R3 聚光板，这个是跟别人家类似的。那最主要差别是说，你看那个下面有没有那个异光，就是下面的地方异光很严重，然后它的造型，它的边边也是糊糊的，然后缺陷也比较不明确。它是我们卖的。两个放在一起比较一下，哎，它的同样距离，好了，放那边比较一下，它的范围，照到范围差的非常的多。好啊，亮度也是非常的亮，就照非常的远。它是正版的 R3 条的光行灯板，它大概是3.5个抽到。这不是我们正版的。